雅芝，1973年参加香港小姐选美，1975年主演电视剧《乘风破浪》出道，1980年凭借《上海滩》获20世纪香港最难忘女主角之一，1991年《戏说乾隆》获中国第11届金鹰奖优秀合拍片奖，1992年《新白娘子传奇》掀起全国热潮，2007年获首届华鼎奖最受公众尊敬表演艺术家称号，2017年赵雅芝获电视剧杰出贡献奖殊荣。如今赵雅芝虽然已过花甲之年，依然非常的用心打扮自己，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女人。近日长春国贸看到一组赵雅芝和朋友的合影照，照片中的赵雅芝素颜出镜，虽为时粉黛，却也气质优雅，端庄大方，美丽依旧，完全看不出已经是年过60的人。